不好意思，廖，药品已经入库，数量全部都对了。嗯，去吧。是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哎呀，这司令，嘿嘿，哎呀，我从小最喜欢听这动静儿。谁不喜欢听这动静？啊？哎，有件事儿啊，我还真的一直想问你。您说，贺峰马上要结婚了。 你这老婆也怀了孩子，你说你们老大不小的了，为什么不分开单过呀？哎呀，司令啊，这分不分家这个事儿吧，我说了不算，得我们家老爷子定，他想分咱就分，他不分咱也不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就是分了家了，我也捞不了多少啊。喂。 你是萧家的长子，你说你们萧家家大业大的，哎呀，你今后啊，身上这担子不轻啊！哎呦喂，司令啊，什么担子呀？什么家大业大呀？我们家就那点家底儿，早在几年前，就让我霍霍的差不多了。不会吧？ 你们家可是拿着盘霄山宝藏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被你霍霍空了？宝藏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想当年，先生攻打龙城，跟盘霄山的土匪取大刀，那是打得昏天黑地，其实就是为了这笔宝藏。最后，先生把土匪灭了，这批宝藏。 也就归了你们萧家了。不是黄司令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事儿啊！哎呦喂，俺爹俺娘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呀。他俩要真有宝藏，还就好办了，我何必整天提着脑袋做买卖呀？黄司令，我现在就回家问我爹问我娘去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要是他们原来没跟你说过，我估计现在你问也问不出来。哎，也别问了，也许啊。 这就是一个江湖传说。不是，黄司令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都得回去问问。再说了，我二弟要大婚，我回去操持操持，晚上会亲自上门道贺。这下完了，外面那么多伪军。 他不是总说他有九条命吗？秀琴姐，你说如果革命胜利了，你最想干啥？革命胜利了，建设新中国。然后呢？然后。
的皮。哎，是，好嘞，快，好嘞，都动起来。药品数量巨大，根本不是普通药品。今晚我们一定要拿到保险柜的东西，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分头行动了。今晚的行动很危险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如果时机不够成熟，我们宁可放弃，也不能以牺牲为代价。你就放心吧，不就是拿个药匙开个保险柜吗？
白露，我跟你那么多年的姐妹了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我们家九川的。其实我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是既然你已经答应嫁给……所以啊，我今天啊来做这个证婚人，我觉得啊，我这个证婚人比我这个司令做的靠谱，大家觉得呢？啊，对，早生贵子啊，来说两句。在这里，我首先要感谢我爹对于我的养育之恩，谢谢您。更要感谢黄司令对于我的知遇之恩，如果没有黄司令，就没有我萧鹤峰今天的作为。谢谢司令，感谢大家参加萧鹤峰的婚礼，请大家就坐，喝我萧鹤峰的喜酒。来，接过。赵老爷。恭喜您！啊，谢谢。来，孙副官，干一杯！恭喜啊！哎呀，是好喝好啊！哎，是好喝好啊！谢谢谢谢！哎，好。大师傅，炒菜快点，宴席开了。哎，好嘞。黄司令，哎，今天是我们萧家的大喜日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今天黄某公务在身，不能喝酒。哎，他的酒可以不喝，我康某人的酒，你可不能驳这个面子啊。行，康大侠敬我的酒，我得勉为其难。谢谢。哎呀，近日黄司令真是给小弟面子，不像当日啊。哎，不提当日，不提当日啊。康大少，江湖上有个字。和，哎，和气生财，干一杯，干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哟，黄司令说得好啊，和气生财，来来来，为了和气生财，我们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哎呀，黄司令好酒量啊，是，黄司令。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到我们德月楼去呀、啊？是瞧不上我们小店吧？哎呦，这最近我公务繁忙，哎，有时间一定去啊。行，就凭您这句话，我得再敬您一杯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黄司令真是个爽快之人呐。打扮的跟花锅碟儿一样，当着什么地
方呀？什么东西？李娟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是有身孕的人，多吃点儿。有空啊，得多去我们德育楼坐坐，我们可都仰仗着您呢。来，再敬您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倒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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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黄司令，您慢用，我到后面看着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黄司令啊，再喝一杯。你喝多了。哎呀，刚才你那一席话呀，我这心里乐乎乎的。我要不说吧，我心里也难。哎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快点，带上，带上，快点。我说你啊，一个大老爷们那么怂啊，不是差点给人跪下了。我，你没看到他拿着枪的吗？啊，这叫怂吗？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行了，哎，我问你，萧九穿开取小刀呢？你是不是傻？人都容易暴露，他俩在街角等着呢。还算你机灵啊！来，拿着。哼，好嘞。哎呀，新郎官来敬酒了。诸位，我们来给大家敬酒了。
何妨先干为敬。哎，慢着，娟儿，把我珍藏的酒拿来。夫君，这是我珍藏的好酒，请。哎，小芷川，你要是喝了，不就证明你跟我有瓜葛吗？怎么，难道这杯酒就是给我准备的是吗？啊？喝吧，不就杯酒吗？拿过来。来，大哥。嗯。哎，既然这是好酒，过来，姑娘。咱们就多喝一点。大哥，请。来。哎呀！王司令，哎呀！喝多了。王司令，对不住。来，你上回你擦的。哎呀，对不住各位，对不住啊。
黄国良他就是个带兵打仗的，除了打仗他什么都不会，你就不能想想跟打仗有关的呀？打仗？你跟萧九川到底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向着萧九川？对。刚才这酒你死活不让他喝，他不该喝，我跟他清清楚楚，要是喝了别人岂不议论我跟他不清不白。赵白露，你别拿我当傻子行吗？就是他了，太好了！警报响了，快！快了，走走走走走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司令，在哪儿？我进来了啊！怎么办？萧九川，哎，我怎么看着就不像上午那个萧九川？别慌了，那是，那上午我是什么样？反正是你上午已经给我银子了，给你多少？哎呀，多少我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我就是在你那个黑袋里看见的，在保险柜里发现的。我的保险柜？嗯。你敢偷看我的保险柜？黄司令，这大喜的日子。是因舞刀弄枪的吗？啊！说，在我保险柜里还看到什么了？哎呀，找我的
救活救活黄司令啊！救活救活救活！救活！说，黄司令，萧某平日对你可不薄啊，在这大喜的日子，能不能给老朽个薄面，把你的枪收回去啊？先生，我怎么可能对我九川兄弟下手呢？啊，开个玩笑，演了个戏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演戏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喝酒，哎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来来来，黄司令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喝酒啊，接着喝。九儿，你们先往那边跑，我来引开他们。不行，听话，快走。我不能丢下你。听话，你们快走，走。小刚哥，站住！救什么救啊？你出去就是找死。再说了，石山来问你要的东西不在你这儿吗？你出去肯定是必死无疑。不好了，司令！不好了，司令！司令部着火了！哪着火了？您的办公室，里面发现两具尸体。这怪事是一件接着一件来呀。先生，对不起了，今天来的所有宾客，我要挨个检查。孙将军在，全城戒严，关闭所有城门。是。哎呀呀呀！哎哎哎！后面，后面，快快快！哎，文队长，哎，慢点。你如果醉的话，我岂不是很……睡一宿，明儿天亮再说。有伪军追我们，让我们躲躲吧。好，进来吧。谢谢。一队去前面，是。二队去后面，前人继续搜，是。来了，开门，开门。哎，几位
闪开！哎，干什么呀你们？快！报告，没有，撤。撤那边，继续搜。